好，周末就快要到了。这个礼拜呢，推出了好多的好片，像是呢，暌违十年，全球票房超过11亿美金的 MIB 星际战警系列电影呢，要推出 3D 版本的。同样要抢票房的，还有另外一部刺激强变 3D 食人鱼，一只只更凶猛的食人鱼呢，会突破荧幕来到你的面前。到底还有什么样的好片要推荐给大家呢？赶快来看看。七名原本不相识的退休长者，有高院法官、家庭主妇、公务员，还有处处留情的风流老师生，甚至还有风情万种的欧巴桑。Welcome to the best exotic marigold hotel. This building is in 100% shipshape condition. Give us a refund. Of course, I'll refund you completely. 为了让人生获得新体验，他们决定前往神秘的印度旅游。在这里，他们再度找到了爱跟希望，拥有亮丽开怀的新人生。艾丽卡是国家舞蹈学院的自由生，但随着学期末的检定赛逐渐逼近，对芭蕾逐渐失去热情。艾丽卡转而爱上哥哥马可热衷的街舞。艾丽卡的芭蕾老师借机邀请马可联手重振艾丽卡的芭蕾热情，更决定助马可一臂之力，一举登上武林高峰。暌违十年，全球票房超过11亿美金的 MIB 星际战警系列电影将首次推出 3D 版。No, Space Gun。第三集剧情描述，当 K 太原的性命以及人类的未来遭受威胁 ，J 太原必须回到过去，阻止这一切的发生。I'm not jumping off of this building. I'm jumping. You've got 24 hours. After that, there is no coming back.In the world's wildest water park, the party has never been hotter. Tell me you did not replace our old lifeguards with strippers. Water certified strippers. 去年夏天，维多利亚湖涌进上万名年轻人，一夕变成一种食人鱼的美味大餐。但被消灭的食人鱼，居然只是还没长大的小宝贝。事隔一年，另一个超嗨天堂也变成人间炼狱。一个巨型水上乐园即将开幕，为了节省经费，于是将隔壁的湖水导流水上乐园里，却不知道开启了连接地狱的通道。一只只更凶猛的食人鱼游窜入园，锁定帅哥辣妹更青春的肉体。他们已经准备好大开杀戒，血染了